当你开始每天吃椰枣会发生什么？椰枣是摩洛哥或中东美食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它是真正的营养库。在这个视频中，让我们来探讨椰枣的六大好处，以及你应该如何把它加入进你的饮食中。第一，帮助缓解便秘。椰枣的纤维含量非常高，使其成为一种高效的天然泻药，有助于缓解便秘和支持消化。根据发表在英国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，连续21天每天吃7颗椰枣，可以明显改善大便频率和排便。因此，如果你患有便秘，用椰枣开始你的一天，把它们加入你的早晨酸奶或沙拉中，用椰枣作为健康零食。2015年的一项小型研究表明，由于椰枣的高纤维和多酚含量，使用椰枣可能减少结肠癌的风险。不要忘记将良好的饮食与积极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，以保持身体健康。第二，提供大量的抗氧化剂。椰枣是一个抗氧化剂的大本营，富含多酚、类黄酮和类胡萝卜素。在所有类似类型的干果中，椰枣的抗氧化剂含量最高。目前的研究表明，多酚类物质可以降低癌症或心脏病的风险，黄酮类物质也是重要的抗氧化剂，可以帮助减少炎症，降低糖尿病、癌症或阿尔茨海默氏病的风险。至于类胡萝卜素，研究表明，它们可能会促进心脏健康，减少眼睛疾病的风险，如黄斑变性。第三是白糖最好的替代品。椰枣作为天然甜味剂，也会为你的饮食增加纤维。如果你喜欢烘烤甜食，用椰枣而不是糖，增加你的纤维和抗氧化剂的摄入量。此外，椰枣有焦糖一样的味道，它们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维生素，如铁、维生素、铜、镁、钾和蛋白质。将椰枣与水在搅拌机中混合，做个甜的椰枣糊，你可以用它来甜化一切，从咖啡到蛋糕。第四项可能有助于糖的调节。椰枣的血糖指数相对较低，这意味着它们不会使你的血糖水平飙升，使它们成为糖尿病患者的安全选择。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，100名二型糖尿病患者每天吃3颗枣，持续16周，结果显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又称坏胆固醇明显下降。此外，测试对象的血糖水平没有变化，这对有糖尿病或有糖尿病风险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。第五项可能有助于改善大脑功能。研究表明，吃椰枣可能有助于改善大脑功能，促进大脑健康。实验室测试发现，椰枣可以有效地降低大脑中的炎症标志物，防止神经退行性疾病，如阿尔茨海默氏症。椰枣具有重要的抗炎特性，其高含量的抗氧化剂有助于对抗氧化应激。动物研究表明，椰枣可以有效地减少形成斑块的淀粉样贝胎蛋白的活性，这些蛋白质的堆积会损坏大脑中神经递质的活动，破坏大脑的认知功能，防止大脑斑块的形成，可以改善记忆，甚至促进大脑活动。第六项可能有助于促进骨骼健康。椰枣中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如硒、钾、磷、镁、钙和维生素 K 降低骨质疏松症的风险。椰枣富含不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纤维，而且甜味十足，不会提高你的血糖。还有比这更好的吗？研究表明，它们也可以刺激免疫系统。然而，不要忘了椰枣也有一些碳水化合物和热量，因此不要过度的吃枣。喜欢这个视频，点击喜欢按钮，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获得更多像这样的信息视频。谢谢观看。